我是李强。那熟悉高盛的朋友都知道呢，我们旗下呢就是最豪迈的产品之一，就是今天的 BioGreen AirBliss Emil Triage 这个来自芬兰的燕麦麸奶啦。而且今天的套组呢是非常超值，因为今天我们是这个大罐装哈，600ml 的，你在外面买呢一罐呢要59块一，但是如果你今天在这里买的话呢，一罐才只需要39令吉75仙而已。哦，太好了，所以今天呢买三罐，我们再送你3件礼物啊，包括呢一罐一模一样的 Emil Triage， 再来就是还有4包的便携包，就是让你随时随地都可以享用了哈。还有这个我很喜欢。这个是我们的韩式的砂锅，110ml 是不调色送出的哈，所以呢，你可能拿到的是红色，又或者是另外一个哈橘黄色的，所以呢，反正哪一个呢都很好用就是了。今天赶快买起来，如果是熟悉的这个产品的朋友呢，它就是抗三高嘛。首先呢，这个一罐呢是59块，这个刚英玲有提到了，在购秀买的话才有39块，还有额外的赠品给你。之前你买的话呢，就是59块没有赠品的嘞，你在他们官网上面买的话呢，就只是买到这一个 Emil Triage。已经很划算了，可是呢，今天还可以更划算，为什么不多下几套呢？没错啦，今天的套组呢就是买3罐送1罐哈，所以呢总共4罐都是600毫克的啊，600毫升。那我们加送你4条呢，就是便携装，再加上这个韩式的砂锅啦，超值的特价优惠，现在只需要159令吉，这些就全部都是你的啦。没有错，全套市价呢是312令吉63，今天节省了153令吉63，省下的钱又可以再买多一套了喽。限时限量，现在只需要159，就把这4大罐带回去，还有2个赠品给你。没错，赶紧拨0399441188去到我们的官网，或者用你的手机应用程序来下单。好，其实我们这个呢，芬兰的燕麦麸奶呢，最著名呢就是它对控制三高是非常有效的。没错，什么叫三高呢？就是高血脂、高血糖还有高血压啦，是不是很熟悉嘞？嗯，常常呢我们去做 test 的时候呢，就是你就是主要看这3个。没错，而有些人呢就是长期呢都是有这个三高啊，所以有些长期自己在家里自己呢就是测量啊，或者长期经常都要去那个 pharmacy 测量的。那其实呢我们的这个新闻有提到哈，哎呀，我们最肥胖国家2023年就是今年了，还已经增加23%到24%了。我们看回2011年的时候呢，才15%；2015年的时候呢，17.3%。但是现在呢，已经20多%了。所以你看哈，马来西亚呢，大多数的高胆固醇的朋友呢，大多数都是女性朋友。男性朋友不要开心的太早哈，30岁以上呢，男性�朋友高血压呢，比女性朋友多出3倍。当然呢，40到49岁有68%的朋友呢，哇，是患上糖尿病了哈。一旦去到糖尿病呢就没有办法逆转了，所以的话呢，今天就要好好好控制一下我们的血脂、血糖、血压啦。是我们有最方便的方法啊，就是你直接每一天哦，早上2勺，晚上2勺的话，你就可以摄取1天3克的这一个贝塔葡聚糖，它就可以让我们的降低三高的问题了哈。来，我们看一下，好，我们今天把这 Emil Triage 带回去的话呢，你拿到什么？里边除了是来自芬兰的有机的燕麦麸、燕麦还有糙米之外呢，还有紫薯、红薯，甜味就来自于它是我们没有额外再添加糖分了哈。再来是紫杉药，在大豆蛋白以及大豆卵磷脂哈，还有这一个。这个橘苣的纤维以及寡糖纤维，如果你是有便秘问题的朋友的话呢，啊，你喝我们的这个 3H 的话呢，啊，就可以帮助你排便顺畅，就不会是小富婆啦。好，像现场我们请来了一位营养师，他就是我们的 Sylvia。 那想问一下 Sylvia 哈，我们今天这个 3H 来自芬兰的燕麦麸奶，它跟一般我们平时喝的那些燕麦呢，到底有什么不同呢？好，那其实老人家一般上来说都会想说可能喝多一点这些快速的燕麦就会降胆固醇，嗯，但其实燕麦本身的这个贝塔葡聚糖呢，其实是比较低的，所以他们需要吃更多的这个燕麦来补充他们的这个贝塔葡聚糖。那我们的燕麦麸它特点就是它比较高的这个贝塔葡聚糖，它比一般市场上的这个燕麦呢来的2到4倍更高的贝塔葡聚糖。那贝塔葡聚糖呢，它本身是可以帮忙降低我们坏的 LDL 胆固醇的。根据 EFSA 的这个欧洲的安全食品局，它有一个健康声明表示，每日3克的贝塔葡聚糖可以有效的降低我们这个 LDL 坏胆固醇。嗯，
是的，所以呢，我们欧洲食品安全局就健康声明说，这一个燕麦贝塔葡聚糖呢，是可以帮助我们调节胆固醇的，就是坏的胆固醇可以调节掉，还有调节我们的血糖水平，以及增强肠道的健康。而且呢，就是每一份的这个 email dressing 可以提供1.5克的贝塔葡聚糖，就是两勺啦。如果你今天呢，就是早上喝一杯，晚上喝一杯的话呢，每一次都是两勺的话呢，你就已经取得相当足够的，就是3克的贝塔葡聚糖，然后就可以让你哦控制这个三高的问题。对对对，我们有这个呢顾客的分享哈，就是呢连续饮用21天的 ΗΠΑ3S 之后呢，再配合呢适当的运动哈，他就是呢得到了这一些哈我们的这个非常令人鼓舞的一些效果，好像我们的 Mr. M， 他的体重呢从80公斤呢减到76公斤，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就是体脂肪从28.6减到27.2，那内脏脂肪也降低了 ，BMI 也降低，身体年龄呢，就身体年龄就是你的器官的那些它的功能性啊，从原本55岁呢年轻了4年变成51岁，哇，腰围很夸张哎，他的裤子要换 size， 臀围哈也是降低了，女性朋友也一样，无论是体重、体脂肪、内脏脂肪。BMI 都降低，年轻了3岁，好，腰围跟臀围呢也都减低了耶。是哎、欸，那个燕麦，我们知道说，如果你想要从中和得到这个贝塔葡聚糖的话呢，哦，你就必须要吃3大碗的燕麦粥。但是今天不用，因为呢，你只要这样2勺，然后呢分早上跟晚上吃，我们1勺放进去，然后再加2勺，就已经有1.5克的贝塔葡聚糖了哈、哦。那如果是早上吃一杯，晚上吃一杯的话呢，我告诉你，你就可以。直接控制这个三高问题，然后你看到说，哎，我们的这一个它的溶解能力好像比较缓慢，为什么？因为我们是没有这一个 creamer 的哈，我们是 non creamer， non dairy creamer， 已经卖出，我们已经有11个人正在抢购当中哈，然后大家都在补货，来这样子喝下去哦，非常舒服，它的甜味是来自红薯、紫薯，还有这一个紫山药的，很香，我才泡好，我已经觉得说，哇。他就是已经在哦呼吁我赶快喝起来，就健康每一天。对对对呢，一般如果你天天有喝燕麦哈，一定要选择这个呢来自天然的燕麦麸，好，就是给你呢非常你身体所需要啊，包括是控制三高的这些营养，还有因为有这个呢紫山药啊、紫薯、红薯，它还有给你丰富的抗氧化剂，包括有这个花青素，还可以保护你的眼睛哦。是，来 Siva 帮我们来解释一下这个燕麦哈，其实它为什么不比我们燕麦麸来好？燕麦麸到底又是什么来的？所以燕麦麸刚刚也是有解释说，其实燕麦麸我们看跟燕麦的这个结构，是啊，你可以看到燕麦麸其实是最外的一层。通常我们吃的普通燕麦呢，经过这个食物的制造当中都会被消除的，所以它的贝塔葡聚糖也相对的较低。不止贝塔葡聚糖本身，它本身的膳食纤维、维生素 B 群，还有蛋白质等等的这些营养素，都会相对的比一般的燕麦来的更高的，是是是，所以它被称为贵族膳食纤维哈，因为它有呢40%更高的蛋白质，55%更高的贝塔葡聚糖，90%更高的膳食纤维，哇，还有这铁质、钾质、磷质呢，全部都呢超过200%，维生素 B 三更是接近400%，而淀粉呢却40%更低，所以这个呢是你更好的选择。是燕麦麸呢，它就是更加容易可以分解我们的那些坏的脂肪嘛，让它排出体外。所以你平时免不了吃的那一些早餐就好了，比如说nasi lemak啦等等哈。啊，你看我们有很多朋友呢给的这个好评啊，5颗星啊，有说呢自己的胆固醇呢从2.7掉到1.98，喝1年的时间就有这么好的效果。对对对，天天当早餐喝呢，就是可以呢让你的这个体检报告呢更。加令人鼓舞的，没有错没有错，还有很多朋友说就是常常回购了哈，那他买过很多次了哈，然后每一天喝一杯，他已经觉得感觉非常好了。对对对，而且他说他下单很快就收到货了。对对对。那还有这一位朋友就说呢，他已经买过很多次，所以呢，其实这个产品我们有很多熟客。如果你已经很久没有补货，今天是时候了，今天很超值哦。是没有错，因为买三送三哈，我们给你4罐那么多哈、哦。你看到这一个朋友，他说妈妈很喜欢这一个品牌，很喜欢这一个产品哈，所以呢，连他自己现在也都在喝了，所以喝起来哈、哦，尤其他当代餐来喝，绝对有饱足感。有饱足感，对，也可以呢做到体重管理呢。这位朋友也是。说呢，哎，我的奶奶哦，非常非常喜欢这个产品哦。
好，那现在 Sylvia 要跟我们做一些示范，对不对？对，因为刚刚也是有讲到这个 beta 葡聚糖，它其实是可以像海绵一样去吸我们的这个多余的脂肪的。对，再倒进去的就是油脂。对，这个是我们的这个 Emil 3H， 然后这个是普通的一个燕麦麸，然后我们就可以比较一下。是倒入红色那种，就是我们平时吃的那些油脂啦，对不对？比如说那个nasi lemak啦，还是肉骨茶啦、麻辣火锅啦等等哈。所以呢，如果是你今天用燕麦来做这一个调整身体的话呢，啊，可能就是它的这个吸附能力没有很强。可是如果你今天选用燕麦麸的话呢，它的效果比我们的燕麦来的高出3倍那么好啊。所以呢，就是把所有的那个坏的胆固醇呢都可以排解掉、分解掉，然后直接呢就让你健康，就不会有肥胖的问题，对不对？对，你可以看到它的这个油脂呢，其实这边的话它已经非常融合进去了。可是这个普通的这个燕麦麸呢，你看它的这个吸油的能力不来得我们这个 Emil 3H 的高，所以因为我们也是有采用这个来自芬兰的有机燕麦麸，所以它的吸油能力也是相对的较高的。所以你可以看到呢，非常明显哈，它的吸油能力非常的高，对控制我们的体内脂肪啊是非常非常的有效的哦。好，那旁边呢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实验，对不对？就是要跟我们来展现一下这个我们的 Emil 3H 里边呢也有很多的花青素。对对对，本身我们的紫薯啊、红薯啊、紫杉鸭，这些都是很高的花青素的来源。所以其实花青素遇到酸性的 pH 值，它会变成粉红色。所以你可以看到它会变成，它会慢慢的变成粉红色。对，所以你家里哈一些紫色的饮料啊，你如果有这一个像柠檬啊、酸柑什么的，你可以挤一挤下去看。如果你搅拌之后它没有变粉红色呢，那它的紫色呢就肯定是色素，而不是天然食材里头的天然紫色哈，还有天然的花青素。你可以看到它已经慢慢变成粉红色了。对，所以今天我们的这个 Emil 3H 变色了，变色了。对，它里面呢就是有大量的花青素哈，因为它的这个天然配方呢是含有紫薯、紫杉药还有红薯的。是，有这个花青素很多的意思就是我们抗氧化能力很高，对不对？对对对对，因为它里面其实我们采用很多这些紫薯啊、红薯，它本身的花青素啊、叶黄素啊，还有这些抗氧化剂都是相对的更高的。对对对，所以你可以看对比我们这个我们普通的 Emil 3H 的话，这是原本的颜色，那它这边已经慢慢的变成非常粉红色的一个颜色了，所以证明它的花青素本身非常的高。是，所以呢，今天我们把这 Emil 3H 的这一个纯天然的燕麦麸带回去的话呢，我们除了是有机来自芬兰的燕麦麸之外呢，还有紫杉药啊、紫薯、红薯、燕麦以及糙米，另外呢最主要是里面呢我们还有花青素、叶黄素，还有贝塔胡胡萝卜素以及酚酸啊。所以今天你喝下肚的时候呢，你不用担心，如果你有这个乳糖不耐症的朋友，因为我们是植物奶，我们不是动物奶来的哈，所以你可以放心的喝，而且我们不添加糖。如果你要控制这个三高问题的话，当然了哈，你就必须是要喝没有添加糖分的、没有添加人造香料的，而且我们价格相当的廉宜。因为呢我们换算回来今天的4罐的在家送给你的4包便携装的话，可以泡出76杯那么多，所以159除76，我们每一杯才要2.1元而已。对对对，所以要下单的朋友要赶快你看我们今天的套组呢，就是买3罐送1罐，一共呢有4罐600克装的 Emil 3H， 再加送您4条便携装以及一个韩式的砂锅，只需要159令吉而已。全套数量呢是312令吉60cent的，今天节省了153令吉60cent，所以限时限量而已，现在才要159，赶快多买几套咯。好，没错啦。那今天的 Ablis Emil 3H 呢，它就是呢给我们呢双效的配方，主要是帮您调节三高。它里头的天然成分呢是非常的丰富，主要有芬兰燕麦麸，还有呢就是我们的紫薯、红薯，还有紫杉药哦。是，没有错。什么是燕麦麸呢？其实就是那个燕麦外面的壳啦，就好像是我们吃这一个精致白米你觉得很好吃，但是最有营养的其实是糙米嘛。就是燕麦的话，最有营养就是这个燕麦麸，因为它的这个营养含量呢是高于这个燕麦9%。
失那么多的，不管是它的维生素 B 群啊，还是它的其他的这一个营养成分啊。所以今天呢，只要把我们的这个 Every's Email 3H 每一天哦，只要喝两杯的话，早上喝一杯，两勺的话，每一次都有 1.5 克的贝塔葡聚糖，它就可以让我们的这一个三高问题解决。因为这贝塔葡聚糖啊，就可以消耗掉我们的这一个所有坏的胆固醇，让它排出体外。像如果你有肥胖问题，你要做这个体重管理的朋友呢，也都可以喝。而且呢，你一次喝四勺的话，也可以有饱足感，因为里面的蛋白质也相当高。所以呢，今天哦，你要选择，就要选择对的产品，才可以帮助你真的去解决你三高的状况啊！你看非常美味可口的蛋糕，看到都觉得很好看。那喜欢呢，烘焙的朋友呢，还可以用来做料理。对耶，因为呢，你这个呢 ，Eblis Email 3H 里头的这个紫色呢，是天然食材的紫色哈，所以它就是你最佳的这个烘焙的天然淡紫色。对，你要做蛋糕啊，做一些饼干什么的哈，它都非常的适合哦。是，甚至啊，如果是你想要加到这个 yogurt 里边去哈，也都可以啊，就拿这些 good yogurt 嘛哈。因为体重管理的人哈，可能会觉得说，哦，只是吃那个 yogurt 没有什么味道，不好吃。今天再加这个 email 3H 放进去的话呢，你就可以让自己吃起来哦，合口，然后又健康。对，让你的每一份早餐呢都更加的健康。那你一般的这些日常的饮食呢，哦，都可以呢继续哈，但是当然呢是也要注意了哈。嗯、但是再加上这个 Evo 3H 之后呢，就可以把你的三高呢控制得更加的谨慎啦。是没有错，体重管理的朋友，今天不只是三高的朋友哈，你可以喝21天之后的这个对比哈。我们就是21天的意思就是你今天一罐可以泡那个18杯嘛哈，所以呢一罐多一点点而已就可以见到效果了。你看。21天 Miss A 她直接就瘦起来了，她的这一个这个小腹部呢已经完全收起来了哈。男士呢 Mr. T 也一样哈，他的之前之后的对比真的相当大的哈，只要喝21天而已嘞，坚持21天，你就养成一个习惯，就养成了你知道要如何选择对的产品。对对对，所以呢，一般呢，我们常常呢就是要去巴沙买这些什么紫薯、红薯啊，很难买到好的，而且呢，紫杉药呢也几乎是买不到。但是今天呢，有了我们的 Bio Green 芬兰燕麦麸奶哈，你还可以呢同时呢把这些呢紫薯、红薯、紫杉药的营养成分呢给喝下去，做到呢控制三高的这个非常有效的效果。所以已经有82个人正在购买了哈。那今天为什么要选择 Bio Green 呢？我告诉你哦，其实就是因为我们的这个 Bio Green 的创办人兼执行长李建峰啊，他的经理。里面呢，他说哦，我们其实是如果自己吃不下的东西呢，我是不会给我顾客吃的，所以你可以放心把自己交给他，他一定会让你觉得物超所值，因为他会让你吃到这个有机的，甚至呢，因为他在5年前就创立这一个 Abyss 吧，他就希望你一直喝到这个有机奶啦。对，长达20年的经验哈，主要呢就是呢出品这些天然有机，并且呢是素食的这个产品哈。那大家呢，尤其是对健康哈有就是认识的朋友呢，一定要赶紧的把它给买起来哈，因为其实很多人正在抢哈，这个基本上就是一个品质的保证了。是没有错，要怎么喝呢？方法很简单了哈，今天呢就准备2勺而已，直接呢就倒入这个温开水，不要是热开水哦，因为温开水呢才可以保留里边的所有营养成分哈。所以你只要早上喝2勺，晚上喝2勺的话呢，3克的这一个贝塔葡聚糖呢就已经可以稳稳的进入你的体内啊，帮助你消耗掉那一些坏的胆固醇，才短短的多少10几分钟的时间，很多人超过100人正在跟你抢嘞。对，吸收能力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高哈。对比你一般呢，如果你要控制你的体重啊，控制你的体脂呢，饮用的产品，今天呢就换一换，换成我们的 Emo 3H 啊，已经做这个示范给你看。而且呢，我们的这个呢品牌呢是非常非常的可信赖。嗯。再加上的话呢，有全素的朋友都可以饮用哈，是有机天然的成分，包括里头有非常高的花青素的含量，同时还可以保护你的双眼哦。Go Gila Mega Sale， 让您享有节省高达88%，免运费，还有低至时令级的最佳购买，更多限量赠品等着你哦。今天诚意推荐给你来自 Bio Green 旗下品牌 Adbreeze 天然有机燕麦麸奶，贵族膳食纤维、贝塔葡聚糖三重的呵护，调节三高，每一次只要2勺就可以了，因为每2勺就含有1.5克的贝塔葡聚糖。没错啦，严选优质全天然有机成分，包括有芬兰燕麦麸、大豆卵磷脂、红薯及紫薯，还有紫杉药，有助于调节胆固醇、强健体能、高抗氧化、促进消化。
来，赶快看一下套组，有 Ibris 的天然有机燕麦麸奶三罐，再送你一罐一模一样的，还有四包的便携装，再来不挑色送出这个韩式的炒锅啊，买三送三，超值的优惠价，才要159令吉而已。全套市价要312令吉60仙，今天您马上就省掉153令吉60仙，限时限量，现在只需159令吉而已。所以还等什么呢？拨打热线0395441188，或者是到国税 App 去下单抢购。好，这个你看到的就是我们来自芬兰的燕麦麸，再加上我们有紫薯、红薯还有紫杉药，就打造了今天我们这个明星产品啊，来自 BioGreen 的 Ibris Emulsion H 啦。那其实呢，每天冲泡是很简单的，你只需要呢两勺，你打开这个罐子呢，里头呢已经是有这个勺子了，就一满勺，再加一满勺，而且主要呢就是它不会太甜，所以呢你不用担心哦。就是说，因为现在很多朋友呢，他们注重健康的哈，他们都不会喝太甜的这个饮料。这个它没有添加任何糖分，它的甜味呢都是来自紫薯、红薯还有紫杉药需要就是搅拌多一些些，因为里面是没有那个溶解剂的哈，没有那个 cream 哦，所以更加健康，天然的紫色，好香哦。远远就闻到那个味道了，虽然它那个甜味哈，其实就是来自于紫薯啊，还有这一个红薯啦，或者是红山药、紫山药哈。那到底谁需要呢？来，无添加这糖分，适合一家大小来饮用的哈。我们三高族群的话，你想要控制自己三高问题的话，因为里边有非常丰富的贝塔胡聚糖嘛哈。那再来就是，如果是你是高风险群，如果是你有遗传因子的话，你家里有人有三高问题的话，你可能也会有三高问题哈，所以赶快喝起来，体重管理。如果你今天因为我们的这一个燕麦麸里边有非常丰富的蛋白质哈，可以有饱足感，然后可以做到体重管理。那便秘问题的话，我们是高纤维的食品呐，再来有花青素、叶黄素嘛，所以你的视力也可以保持健康的。经常我们就是要对着电脑啦，或者是老人家、退休人士也是三高产品不离手的嘛，所以呢，赶快喝起来就是呢，素食的也可以喝。为什么？因为我们是植物奶而已，即便是呢，我们的这一个孕妇也都可以喝的哈，尤其孕妇呢。都会有那个妊娠糖尿病的话，那今天呢它是无糖分的话可以喝。那我们绝对是没有人造的防腐剂、色素还有香料，还有那个也没有添加糖分，凡是脂肪以及基因改造再是药性成分都没有，而且获得那么多的奖项认证啊，所以你可以放心的饮用。对，现代人呢，他们经常都会去做身体检查哈，很多时候呢都是呢会看到胆固醇高啊、血压高、血糖高。那不爱吃药的话呢，今天这个 Emulsion 就非常适合你来日常调理。而且如果你去官网买呢，每一罐要59令吉51仙。今天在购物上买的每一罐才39令吉75仙，还有额外的赠品哦。没有错，来看一下，今天你拿到的是四罐那么多 Ibris 的天然有机燕麦麸奶，它是植物奶哈，所以乳糖不耐症朋友都可以喝，再送你四包的。这个便携包，所以一共可以冲泡76杯那么多，每一杯才2块钱而已，还要送给你这个1100ml 的韩式砂锅，不挑色送出，已经是59令吉93了，所以全套带回去买三送三，才有159而已。你看现在画面上面看到的这个，就是你即将会带回去的赠品哈，观光这一个锅子就已经是59.9了哈。我们是不挑色送出，有红色，有橘黄色，所以就看你的运气喽。好，那其实呢，我们的这个报章报道有看到哈，在2023年的肥胖症的这一个患者呢，就增加了23%到24%，这个很夸张，你知道吗？就是说呢，大概就是5个人有1个人就是肥胖症了，而且呢，大马人民患上三高的比例哈，44%会有高胆固醇这个你每次去做 body check up 一定会 check 到的哈。对。还有就33%高血压，所以很多人家里长期都用那个血压计去量的。还有就是糖尿病患者21%，这个不是高糖，是已经。去到糖尿病已经不可逆转了，所以你现在去test，如果只是高糖的话还有机会逆转，赶快呢应该喝好的这个保健品，所以今天推荐给您的就是我们的 Ibris Emulsion H。没有错，你这个可以自我检测也只有这个血压的部分。如果你的血糖啊、血脂，大概就是一年一次的体检的时候才会检测。先跟你了解一下这些目前的那个情势啊，130个人正在跟你抢着购买了，所以要买要快哈，因为你买到的就是我们的这个维护健康的产品 ，Ibris 啊。来，里面有什么呢？我们有来自芬兰的有机的燕麦麸，还有燕麦以及糙米。再来呢，甜味是来自紫薯、红薯以及紫杉药。再来还有这个非常丰富的蛋白质，有大豆蛋白以及大豆卵。
磷值，还有很多的纤维，有菊苣纤维以及寡糖纤维。如果有便秘的问题的朋友的话呢，你也都可以把它吃下去，因为也可以解决你那个大腹便便的状况。对，好，现在呢，想问一下我们的营养师 Sylvia， 那我们这个 Emo3H 配方里头呢，我们它是紫色的嘛，对不对？里头就是有紫薯、红薯跟紫杉药，对不对？那这三种成分呢，它到底对我们的健康有什么样的帮助呢？好，首先紫薯和红薯它们本身是非常富含这个花青素，还有叶黄素，还有贝塔胡萝卜素，这些都是对眼睛比较友好的一些抗氧化剂。那再来呢，其实三高我们提到的一些并发症啊，比如说中风啊之类的，那些其实都是因为体内多余的炎症所导致的。所以这个时候呢，其实抗氧化剂可以帮我们去对抗我们体内的炎症，然后减少体内多余的自由基，从而去帮助我们缓解以及减少一些并发症的发生。况且呢，其实紫薯和红薯它其实是非常良好的优质的碳水化合物来源，相比起普通的白饭呢，其实它会更有饱足感，而且它本身的营养素也是比白饭来的更高的。是，所以今天就非常方便哦，你买了这个 Emo3H 回去呢，你每天冲泡的话呢，你就可以呢，就是每天都摄取到我们的这个葡聚糖啊，就是控制你的油脂，还有我们很多的这个花青素啦。是花青素哦，还有叶黄素啊，其实对眼睛很好嘛。像老人家的话，常常不是都会有这个白内障啦，或青光眼的问题啦，远视啦，或近视的这一些，我们的上班族常常要接触三 C 产品的朋友呢，都有可能就是让我们的眼睛很快退化的。所以眼睛一定要补起来。我们的这个 Emo3H 里面呢，就是有非常丰富的这个花青素、叶黄素，所以很多朋友喝过之后呢，每一次在做这个体检报告之后啊，肯定就有改进的效果。好，来我们看一下哈，马来西亚呢，在四年里面呢，患上糖尿病的人增加了75%，非常非常的恐怖。而且呢，就是你糖尿病之前呢，如果你有去做体检呢，你会察觉到自己血糖高。但是问题是，你看哈，蓝色这个部分呢，是自己不晓得有高血糖问题，因为没有做体检。所以其实呢，每五个人就有一个人患上糖尿病，这个是非常非常恐怖的一个数据哈，所以不得不防。还有就是高血脂哈，高血脂呢，久而久之就变成高胆固醇，就有患心脏病的风险啦。那这个也是很恐怖，五个人有两个人就有高血脂，而且呢，还有很多人是不晓得自己有这个问题的。哎呦。所以你今天呢，其实大家都是大马人，大家都有这个高风险的哈。对，尤其是如果你已经年过40，都有这个高风险，所以都要好好的照顾自己。那我们来看一下顾客反馈哈，我们说它有没有效？这个是饮用21天之后，再配合良好的这个饮食和运动习惯。那 Mr. T 呢，原本呢体重68.38，已经下降到62.7，包括体脂肪、内脏脂肪、BMI 都已经下降，而且身体年龄呢，哇，这个年轻很多哎，年轻了6岁，你知道吗？21天啊，年轻了6岁，然后呢，腰围、臀围都已经呢，就是降低一个 size 哈，从 L 变 M 了哈。Miss A 也是，我跟你讲，如果女生来讲，72变成65的这个体重是非常非常令人鼓舞的。包括呢，健康指标、体脂肪、内脏脂肪跟 BMI 都已经明显的下降。年轻了5岁哈，你照顾好你的身体哈，你的这个身体年龄会更加的年轻，而且腰围和臀围呢也达到了比较好的一个标准。是，太好了，所以赶快饮用下去。还有这些朋友呢，给了5颗星的好评啊，因为呢自己本身饮用了1年之后啊，从2.7然后降低到1.98，这个坏的胆固醇是完全的直线下降。对对对，所以很多朋友给我们的反馈都是非常的棒的。那这些朋友呢就说订了之后就很快收到，而且买了很多次，并且呢是觉得每天喝一杯其实就有很大的效果了。是，这位朋友 Annie 他也说啊，哇，非常好的这个产品哦，他重复买了好多遍了啊，也会推荐给身边的朋友吧，我相信。那这个5颗星的评价呢，还包括说自己的妈妈呢很爱啊，那跟着呢自己就学着喝咯，那他当作是这个代餐来使用，结果呢他真的很有饱足感。所以如果想要做体重管理的朋友，也可以参考我们的 Emo3H。没错啦，那这位朋友就讲呢，他的奶奶呢是非常非常的喜欢。对，其实我们有很多朋友呢都非常喜爱我们今天这个 Emo3H， 尤其是呢在看了我们的示范之后，现在马上请 Sylvia 帮我们做这个示范。
是。好，所以我现在要做的这个是测它吸油的那个能力。嗯。所以我们看到马来西亚的人，其实他们很多，尤其是年轻人，喜欢去外食，然后又是椰浆饭啦，又是茶粿条啊，这些都是很非常油的东西。对。那我们这个 𝗕𝗎3H 呢，它比一般的燕麦啊，还有普通市场上的燕麦麸，它的吸油能力其实是更好的。嗯。所以如果我们累积太多油脂在我们的这个体内，它是会变成内脏脂肪，然后它也是会造成我们的这个老了三高的这些问题，所以是非常危险的。那你可以看到我比起这个普通的市场上的燕麦的这个吸油能力呢，它其实是没有这么的好的。你可以看到假设这是我们体内的这个感觉就吃了两碗的咖喱面下去。对对对对对，是。它的这个油脂是会浮上来的，然后比起我们的这个 𝗕𝗎3H 呢，你看它是非常好的，能够溶解这个脂肪的。对对对，所以是天然呢，就是把你体内的油脂吸掉哈。而且现在呢，很多人就是未老先高哈，二三十岁呢就已经呢，就是你去body check 的时候啊，就是体脂高啊，或者是那个血压高都有啊。血糖高的话呢，一般可能有些三十多岁还没有到四十岁就有这样子的问题出现。对对对，所以1+3H 就能够有效的去帮忙去调节三高的问题。对，好。然后再来我要做的这个是花青素，因为我们本身有这个丰富的紫薯、红薯还有紫山药，它们都是花青素的良好来源。那花青素在遇到酸性的这个 pH 值的时候，它会变成粉红色。所以比起一般市场上我们看到这个紫色的饮料的话，我们这个是真材实料，它是真的会变色的。是。所以如果呢我们这个饮料里头呢它的紫色是真正来自于花青素的话呢，那它遇到这个酸性的食物之后它就会变成粉红色，对不对？对对对。嗯，好。那如果你家里有一些紫色的饮料，你也可以做这个测试哈。你家里有这个柠檬啊酸柑的话，如果没有变色呢，肯定那个紫色饮料就是呢色素饮料。是。但是我们的 𝗕𝗎3H 就不同了，它是真正含有花青素的哟。是，花青素很多的意思就是它抗氧化能力很高啦，所以呢你这个身体的机能不会那么快退化，我们可以延缓衰老的这个状况哈。包括说花青素、叶黄素啊，你看这个变粉色有很多，有没有？它对我们的眼睛很好，你的眼睛是灵魂之窗的话，那每一天都要看很多的这个，不管是手机啦、平板啦、电脑啦等等哈，赶快把我们的 𝗕𝗎3H 喝下去。除了是有满满的花青素、叶黄素之外呢，我们还有很多的这个贝塔胡葡聚糖。对对对，你看那个效果呢是非常非常的明显哈，花青素是非常非常的丰富，而且就是来自我们的紫薯、红薯还有紫山药哦。太好了哦，今天呢我们如果是与其你喝这个燕麦的话，燕麦你要喝三大碗的燕麦粥才有办法好抵过我们这样一杯的这燕麦麸奶啊。那我们是有机来自芬兰的燕麦麸，然后再来有这个紫山药啦、紫薯啦、红薯啊，还有这一个燕麦以及糙米的哈，再来呢就是它里面的花青素啊、叶黄素、贝塔胡萝卜素以及这个酚酸呢是非常丰富的。如果你今天是喝奶哦，都会有这个捞塞的问题的话，好，不用担心，因为我们是植物奶来的，我们是没有牛奶成分的，另外呢也没有添加糖。如果今天呢你是孕妇的话也可以喝，因为担心有这个妊娠糖尿病嘛，又或者是你今天已经有三高问题的话呢，来今天 𝗕𝗎3H 喝下去就是了。我们也没有人造的香料哈，所以今天给你四罐那么多哦，我们就可以冲泡72杯，再加上4包的便携包76哎，所以159除76的话呢，每一杯茶要2.1元，2.1元你喝不到狗屁病哦喽，狗屁病哦也只是一个让你过过瘾的饮料，今天要喝健康的。所以呢，趁今天赶紧来下单哈！今天是买三罐送一罐，四罐才只需要159令吉而已，再加送您4包便携装，还有一个呢就是韩式的砂锅，超值的加油会，赶紧下单哦！才要159而已，所以赶紧下单，因为全套市价呢是312令吉63，今天节省了153令吉63，限时限量，现在只需要159，就把我们的4罐啊、这个一到今天带回去，赶紧拨热线0395441188，去到我们的官网或者用你的手机应用程序来下单。
好啦，现在的人呢是非常的幸福哈，尤其是疫情过后啊，很多时候啊都是呢就是出去要大解放啊，每个星期都有大聚会哈。那饮食不健康的话呢，很容易呢就会造成三高的问题了哈。对对对对，所以怎么办呢？啊，我们赶快哈就把这个 image trash 喝回去。那有的人哈他也都不知道自己有这个三高的状况，而且逐渐年轻化，不要以为瘦子哈就不会有胆固醇高的问题，已经有255个人正在购买了，所以希望你可以抢到今天这么优惠的套组。没错没错，那今天套组呢里头的成分呢都是来自大自然哈，包括有芬兰的燕麦麸，对吸油是非常的有效，还有来自台湾的紫薯、红薯，以及台湾特选的上等紫山药，都含有丰富的花青素，对保护我们的心脏健康是非常棒的。是，饮用方法非常简单啊，就是只要一杯温开水啦哈，你就再加两勺进去，就是每两勺就有1.5克的 beta。胡聚糖就让你呢可以就是调节到你内部的那一些坏胆固醇，把它排出体外。对对对，那很多朋友呢他们不喜欢吃那些药丸类的保健品啊，但是呢看到自己的那个体检报告又非常的担心，那今天非常的好哦，你只需要呢喝这个非常可口的燕麦麸奶就可以呢控制到你的三高。那如果呢你长期喝的话呢，你一个月过后呢回去检查一下哦，你的这个体检报告呢会有令你非常惊喜的效果。是，那除了是可以直接饮用之外呢，还可以把它入菜啦，或者是你想要做成这个蛋糕啊，或者是面包啊、甜点啊，都没有问题。对，因为它是那非常天然的紫色哈。很多时候呢，我们做蛋糕、甜点啊，就是为了要调色，我们可能呢就是不放一些色素嘛，对不对？但是今天有了这个 Emoji Ash 呢，你就加一点下去，你要做的那些甜点啊，你烘焙的时候要用的那些成分啊，它就是天然的紫色，不仅很好看，而且呢很好吃，又有丰富的营养哦。是，没有错。所以今天呢有300个人正在购买中啊，希望你能够抢到这个优惠的套组啊！我告诉你，今天哦，你还可以除了是把这个3罐的 email trash 带回去之外呢，再送你1罐一模一样的，还有那4包的便携包，就让你随时随地要喝都可以，让你哦有饱足感。再来，还有这个韩式的砂锅，没错，这韩式砂锅会不挑色送给你哈，非常可爱的一个赠品哦，所以要下单朋友很快，很多人为了那个砂锅一直在抢。对，而且今天买到的呢，绝对就是可值的信赖的品牌哈，因为我们的这一个Super Brands 哦，就是超级食物，就是来自 BioGreen 旗下的这一个 At Least 哦。Abyss， 然后是值得信赖。为什么？因为有的人用了它来做这个瘦身的动作哈，这个21天之后，那个身材 Miss P 哈，直接你看他的小腹直接不见掉了，看起来轻瘦非常多啊。那还不只是这个 Miss P， 我们还有 Mr. T 也一样哈。你看他的侧面，他的正面，21天而已哦，只要你坚持喝，就是等同于你今天喝1罐多一点点而已，就可以把那个体内多余的那些脂肪排出。来，真正的这个超值优惠呢，赶快哈、买回去哈，因为剩下不到20分钟的时间呢，你才有这个159，把我们4罐的 email trash 带回去，再送你4包的便携包，还有不挑色送出这个韩式的砂锅，才要159而已，这个赠品相当有限，所以赶快买。对，那今天来自呢 BioGreen 的 Abyss Emoji HR， 每次在购售卖呢都卖得非常的好，对，而且今天呢是争取到非常非常好的套组。首先我们看它的成分哈，非常的棒哈，有来自芬兰的这个燕麦麸，还有呢来自台湾的紫薯、红薯，还有紫山药，都是天然有机的成分哦。是，什么是燕麦麸？其实就是燕麦的外面的那一层啦哈，就好像说我们吃这个白米的时候啊，白米如果外面有那一层的话，就叫做糙米，糙米营养的那个成分是不是更高一点？所以燕麦麸的意思也就是这样，因为它富含这个贝塔胡聚糖，然后呢，让我们就把它体内的那些脂肪呢，全部可以稀释掉。对对对，那常常我们做体检哈，其实就是为了要确保你的内脏健康嘛。对。那如果你常常做体检呢，就是胆固醇又高啦，血糖又高，血压又高的话呢，然后你不理它的话呢，它就是最严重的时候会引发心脏病啊、脑中风啊、糖尿病等等。但是如果你平时呢有喝这一个呢 Emoji Ash 的话呢，都能够有效控制跟调节三高的问题，因为呢这个呢贝塔胡聚糖它可以
会稀有。好，尤其是如果有家族遗传呢，很多人如果你20多岁体检报告就已经打过唇膏的话，那个就是家族遗传，或者家人肯曾经有人就是心脏病发、中风等等，这些也叫做家族遗传，就要特别注意哈，不要说哎呀我才20-30岁，其实20-30岁就要开始照顾了。是燕麦麸为什么它的那个吸附能力会很强？因为我们有被打葡聚糖嘛哈，那这一个葡聚糖呢就可以让我们的这个坏的脂肪稀释掉，然后排出体外。那燕麦你当然也可以吃，燕麦也不错，但是燕麦哈你可能是需要吃3大碗哦才有办法达到同等的效果，所以今天不用那么麻烦，因为你把这个 Email Trash 喝下肚呢就可以解决你的问题了。Go Gila Mega Sale， 让您享有节省高达88%，免运费，还有低至10令级的最佳购买，更多限量赠品等着你哦。今天诚意推荐给你，来自 BioGreen 旗下品牌 At Grace 天然有机燕麦麸奶，贵族膳食纤维、贝塔葡聚糖三重的呵护，调节三高，每次只要2勺就可以了，因为每2勺就含有1.5克的贝塔葡聚糖。没错啦，严选优质全天然有机成分，包括有芬兰燕麦麸、大豆卵磷脂、红薯及紫薯，还有止疝药，有助于调节胆固醇，强健体能，高抗氧化，促进消化。来，赶快看一下套组，有 Everest 的天然有机燕麦麸奶3罐，再送你1罐一模一样的，还有4包的便携装，再来不挑色送出这个韩式的炒锅啊，买3送3，超值的优惠价才要159令吉而已。全套市价要312令吉60仙，今天您马上就省掉153令吉60仙，限时限量，现在只需159令吉而已。所以还等什么呢？拨打热线0395441188，或者是到国税 App 去下单抢购。可以说吃得很好，也可以说吃得不好啊，美食选择非常的多，但是很多时候呢，其实呢它就是不均衡，然后呢长此以往呢造成我们身体有负担，好，去体检的时候会很容易出现三高的问题。是，我跟你说体检哦，你每一年才去做一次，甚至有的人10年才做一次哦，到时候呢那些指数高到吓人，你要去让它重新的修复的话需要花很长时间，甚至有时候不能够逆转啊，有的人呢都根本就不知道自己有三高的问题哦，所以呢每一天竟然你要大吃大喝，你是吃货一年的话呢，那记得要把我们的 Email Trash 喝下肚，那你至少说可以让自己预防三高的状况。没错，有这有机燕麦麸啊、紫薯啊、红薯啊、紫杉药等等，都能够有效的帮我们调节三高。那如果呢，你就是去做了体检之后发现三高都高的话呢，可能呢他们会告诉你说，那你就是每2-3个月回来检查一次。如果一直都这么高，你就要吃药了。那如果你不要吃药的话呢，今天就开始要好好的调节，今天就先不用吃药，用这个非常可口的方式，好。把你每天的早餐就是用这一个 EmoTrash 来代替，喝一杯你就可以呢在下一次体检的时候呢看到令你欣喜的效果啦。是，没有错哦，要提醒你已经有432个人正在跟你抢啊，我们的赠品呢是非常有限的，特别很多人呢是为了这个韩式的砂锅而来买今天套组，所以你也不要着急了，赶快买起来。对对对，尤其是呢担心自己健康问题的朋友，或者担心你家人健康问题的朋友呢，都要赶紧把它给喝起来，尤其是今天买呢很超值啦。是，没有做159令吉而已哈，所以你可以买到4大罐那么多，还有4条的这一个便携包哈，最后的这13分钟告诉你谁需要买，其实是人人都需要。为什么？因为呢我们是无添加糖，适合一家大小的，三高族群的话呢请你赶快呢就要把这一个 email trash 喝下去，这样你才能够可以改善状况嘛，或者是有风险的，你不管是今天每一天常常吃然后都没有去做节制的话，又或者是你家族有遗传的话呢，就赶快要吃起来了。还有体重管理的朋友，因为呢你4勺一次过吃的话呢，可以直接让你有饱足感啊，你可以当代餐来使用。有便秘的朋友要喝起来，因为我们是高纤维，视力健康，如果要回复的话呢，也要喝我们的 GHR。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有很丰富的花青素、叶黄素，还有素食者也可以吃，因为我们是植物奶。对，而且呢，你今天你看有这个非常漂亮的砂锅是要送给你的，并且今天买3罐送1罐嘛，4罐都是600克的哈，就是这一个大罐装哈。那平时你在外面买的话呢，一罐呢要花你59块多，接近60块。但是你现在买呢，平均每一罐呢才39块多，40块不到。好，如果你一家4口喝的话呢，就是可以喝整个月。那你一个人喝的话呢，可以喝更久，很超值，赶紧下单。是硬生生哈，我们每一罐直接就让你省了20块哈，4罐省了80块那么多哈。来，我们泡起来的话呢，每一罐呢每一杯呢才要2块1而已呀。所以呢，你还不赶快喝？我们里边有非常丰富的
这个花青素、叶黄素、贝塔、胡萝卜素，还有芬酸。为什么？因为我们有有机来自芬兰的燕麦麸，还有紫山药、紫薯、红薯、燕麦以及糙米的，所以你喝下肚子的呢，都是有机的，都是天然的，都是值得信赖的这一个食品，而且是来自我们大品牌 BioGreen 旗下的 Abreeze。所以呢，你今天要买的话要快了，因为今天正品哦是大家都在抢的韩式的砂锅啊，我们的正品呢越来越少了，希望你赶快可以买到一套至少了哈。对，而且呢它的口味是非常非常的棒，不会太甜，因为很多人都怕喝很甜的饮料，但是这个 Abreeze 就不会哦。那趁现在买的话呢，其实它就是买三罐送一罐，所以159令仅就买到四罐600克装，还有四条便携装跟一个非常大个的这个韩式砂锅啦。是的，没有错，全套市价呢是要312令仅63的，今天节省了153令仅63，限时限量现在只需要159而已，赶快买倒数计时，因为呢我们这个赠品啊砂锅已经差不多要给人家抢光了咯。没错没错，赶紧拨0395441188去到我们的官网，或者用你的手机应用程序来下单。好，那其实现在呢，你看一下身边啊的朋友啊家人呢，很多都有肥胖的问题。对，好，那大马是东南亚最肥胖国家，好，在2023年就是今年哈，肥胖症者增至23%到24%，非常的恐怖。还有更恐怖的哈，大马人民患上三高的比例，高胆固醇占了44%，高血压占了35%，糖尿病患者占了21%，好，女性患者大概50%，30岁以上男性患者比女性患者多出3倍，男性朋友要注意一下，40到49岁68%，所以如果你在这个呢就是高风险群呢，一定要注意注意啦。是在呢我们这个燕麦麸啊，它有非常丰富的蛋白质，它蛋白质的含量哦还比我们一般的这个燕麦来得高出很多，对不对 Sylvia？大豆蛋白和大豆卵磷脂在里面，然后它们两个其实都是优质的蛋白质来源。那这款其实是适合素食者和 vegetarian 去使用的一款，所以他们很多时候其实是缺乏蛋白质的。那这款呢，里面的大豆蛋白和大豆卵磷脂呢，都可以去补充他们的这个蛋白质需求，而且老人家特别容易受伤，所以它也是可以帮忙去修复我们的这些伤口啊。还有它本身也是对心脏比较友好的一个蛋白质来源，比起一般的这个动物蛋白，那它里面的这个蛋白质确实是比一般的这个燕麦的饮料来得更高的。那体重管理者是不是也很适合喝我们这一款？对对对，因为如果体重管理者，尤其是那些要增肌的人啊，非常适合喝，因为它本身有这个9种的必需氨基酸，所以它是可以去全面的补充蛋白质的。所以它里头有优质的蛋白质，有你所需要的这个吸油的纤维，还有呢花青素非常丰富，所以尤其是呢体重哈比较不标准的朋友，或者你去做体检有三高问题啊，体内脂肪啊，那个内脏脂肪比较高的朋友呢，都一定要赶紧饮用，尤其是你现在买的话呢非常非常的超值，你普通在外面买呢一罐要接近60块，没错，但是你现在在这里买的话呢，每一罐呢是40块都不到的哟，是39块而已啊，所以硬生生就帮你省了20块，所以今天四罐的话省了80块耶，而且还有赠品给你，所以赶快哦，趁现在我们有这么多的赠品，包括其中一个大家都很爱的韩式砂锅呢，就只有今天的直播时段才有的159买三送三，来 C 表帮我们做一下测试哦，因为这个燕麦麸啊，它的这个吸附脂肪的能力是更强一点的。对，你可以比起一般品牌 X 的这个燕麦或燕麦麸的这个混合比起啊，我们的这个 Email 3H 它取用那个来自芬兰的有机燕麦麸，所以它吸油能力的话是比一般的这个燕麦或者是市场上的燕麦麸来的更高的，而且尤其是我们年轻人喜欢在外面食用食物高油啊高脂肪的食物的时候，我们体内其实是需要一些帮助，所以就可以很好的去利用然后去喝我们的这个 Email 3H 来去吸收多余体内的脂肪，然后排出体外，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我可以导出来给你们看，这个普通品牌 X 的这个燕麦麸呢，它也是加了油脂的，对，它是没有那么好的去吸收油脂，它可以还是会有看到一些分层的，对。那我们这个有没有 3H 呢？你可以看到它已经很好的去吸收了它里面的这个油脂，它已经分解了这些脂肪坏的胆固醇，所以比起一般的这个燕麦麸来讲呢，我们这个来自芬兰的有机燕麦麸它的吸油能力是更强的。
非常棒，对，哇塞，想到就是多余的油脂都可以被它吸收，就觉得非常的兴奋。对，它的油脂其实是蛮明显的，所以你可以想象到，尤其是我们年轻人重口味啊，喜欢吃高油啊、高糖、高脂肪的食物，所以这时候来杯1猫3 H 就能够有效的去排解我们的多余的油脂。我跟你讲，不是吃那些油炸的才有油脂的，你喝珍珠奶茶，你吃雪糕也是会有油脂的，告诉你哈。对，所以赶快就把这个 email drink 喝下肚华，除了是有这个非常丰富的贝塔葡聚糖之外呢，我们还有这个花青素、叶黄素。对，它里面其实有很丰富的那个紫薯、红薯和紫杉样，然后所以我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相比一般外面的一些可能带色素的一些饮料，我们都是全天然，不添加任何的色素的。所以你可以看到花青素其实遇到酸性的 pH 值，它会变成粉红色，所以你可以看到它已经开始慢慢变粉红色了。这代表里面的这个花青素含量是非常的高的。嗯，哦，不是色素来的哈、哦，我们这边搅拌一下啊、哦，它变粉色的话呢，其实就是我们的花青素、叶黄素是非常丰富。花青素、叶黄素来自于哪里呢？我们的红薯啦、紫薯啦，还有紫杉药的哈。所以今天呢，我们的甜味也来自于它，它没有任何的其他的添加糖哦。所以今天你要戒糖的，或者是今天孕妇的话，也都可以喝，因为我们担心有这个妊娠糖尿病嘛。所以呢，今天把 Email GH 喝下肚的话，花青素、叶黄素也是稳稳的锁住在你的体内。我对孕妇喝也非常适合，因为它里面的那个营养素是非常全面的哈。对，就是一个人喝两个人补嘛，对不对？好，那现在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顾客的反馈哈。嗯、这个反馈的这个数据呢，就是连续饮用 Email GH 21天之后，再配合呢恰当的饮食和这个运动的习惯的。我们看有男有女哈。首先我们看我们的 Mr. T， 体重下降非常的多哈，就是21天呢、啊，就3个星期从68变62嘞，非常的棒哎，我也想哎。啊，我也想。体脂肪跟内脏脂肪还有 BMI 都下降，身体年龄很夸张哎，你看3个星期就年轻了6岁。好，那个服装啊也是要换一下 size 了。嗯。然后现在我们看我们的女性朋友哈 ，Miss A 哈，就是呢体重从72到65，这个也是非常的棒，21天而已哦。体脂肪、内脂肪、BMI 全线下降，身体年龄哇，3个星期年轻3岁呀、啊，平均每个星期年轻1岁，非常的棒。腰围、臀围呢都大大的减低了，还可以穿小一 size 的衣服喽。是21天是什么概念？如果今天你每一天只喝一杯的话呢，哦，你可以喝一罐多一点点。就有效果了。还有一些朋友啊，利用他的这个坏胆固醇哈、哦，从本来是2.7，喝了一年之后下降到1.98，也是非常鼓舞的一个成效。很好哎，不用吃药哎，天然的降低，非常的棒。那这位朋友呢，就说他今天定哦，过了几天就到了，他就买了好多次哈、哦，而且呢，他觉得呢，每天喝一杯就足够啦。啊，太好了！而且呢，这一位朋友啊，他说这个产品哦，他不断的重复在买，买了好多次，因为呢，这个是适合一家大小都可以喝的健康饮料。哇，这位说他的妈妈呢就很喜欢，而且呢就是可以当代餐来饮用，喝了之后很有饱足感，他非常的满意，大力推荐呢。是，都是5颗星的好评哎，所以呢，下来这位朋友也是5颗星，他说哦，他的奶奶、他的外婆非常喜欢，所以你看老人家他咬口不好啊，你让他吃很多的紫薯啊、红薯啊、紫砂酱面很难的吗？所以哦，你就给他喝这个 Email Drink 就可以了。而且呢，马来西亚是美食天堂来的，你每一天哦，你要算着来吃多少卡路里呀、啊，那是很辛苦的事情来的。OK， 放心的吃那些冷嘛，放心的吃炸鸡，放心的喝珍珠奶茶，但是呢，记得 Email Drink 一定都要饮用下去。对，你看还有超过78%的大马人呢，其实就是在这个慢性病的威胁之中哈，因为就是大家的三高问题，由于饮食习惯啊、生活习惯啊，都有很多这个隐形杀手。那如果呢没有把这个三高控制好呢，很容易呢就会引发心脏病啊、中风啊、糖尿病啊这些问题的。是，没有错。所以今天呢，我们 Email Drink 给到你的就是来自芬兰的这一个燕麦麸啦，来自台湾的这个紫杉药啦、红薯、紫薯啦等等哈。所以哦，你就可以每天方便的2勺，早上一起床哦，先喝它，先有一点的饱足感，不会让你的已经熬了一整个晚上夜的那一个胃喉，然后就是不舒服，喝这个温热饮，然后就可以开启美好的一天了。对对对，
而且它不会甜。哦，你喝进去之后呢，它有非常全面的这个营养素哦，除了可以帮你控制三高啊，减低呢一些慢性病的风险之外呢，它也是非常优质的蛋白质来源，是啊，包括这个纤维的来源。而且它的配方呢，你平时呢你就吃四勺啊，它就有三克的这个贝塔葡聚糖了。哦，太好了，580个人正在购买啦，所以希望你能够抢到啊，150就立即。今天哦，我们买三送三啊，三罐600克的这一个我们的email 3H 哦，然后呢再送给你4包的这一个便携包，以及不挑色送出的韩式砂锅，才159而已。没错没错，所以呢要赶紧下单哈、哦！对比全套是价312.6元，今天你省掉153.6元，因为呢限时限量，现在买只需要159令吉。拨打热线0395441188，或者是到过去 F 下单抢购。来了，今天的这一个韩式砂锅啊，1.1厘的大的啊，不是小小一个的哈、啊。如果只要煮泡面的话呢，煮三个人份都没有问题的哈、啊。要煮汤的话呢，当然这个也够两三个人喝啦，两个人喝至少啦哈、啊。所以呢，今天哦啊，我们告诉你，你这个是不用买的，59.9元，它的市价59，它有两个颜色，红色或者是它这个橘黄色哈、啊。我们是随机送出的，反正今天下单的话呢，这个赠品就是你的。对，所以呢要赶紧的下单哈，健康不能等、而且今天这个套组也不能等，因为呢你在外面绝对找不到，在外面呢这一罐呢你要花59.多元，整60元才买到。但是你今天买我们的套组的话呢，平均每一罐才39.多元，40元不到，非常的超值哦。一共4罐，再加上呢有4包的便携包，就是你随时随地都可以让你有饱足感哈，同时也把这个营养补起来，还有这一个韩式的砂锅都是你的，所以不要错过这个美好的机会，只有今天的直播时段才有这样好康的套组哦。对，那赶紧的下单啦，为自己的健康负起一点责任哈，三高是非常恐怖的，赶紧下单。也要谢谢我们今天的营养师 Sylvia 的分享。是的，谢谢大家，希望大家呢远离三高哈，很多人呢可能不知道自己有三高问题的话呢，每一天喝我们的这个 GH 就没有问题了。谢谢大家收看，拜拜。